这样一测出来，如果说哦，一看到就说我的表现不好，并不很自认，那老板会不会就说好，那你就开除掉了呢？嗯，对，这个也是一般被做的人哈会胡思乱想，尤其有的时候公司在做考绩的时候，其实他这个完全相反。我们待会我们这边就会有一个简辑啊，就是说，哎，他这个人哈。他其实他的天赋，他的问题他自己也不吭声，然后他跟他的上司就沟通上很大的问题，就还好这公司有人资主管，他有受过这个训练，他就把这个人哈，因为他跟这个人没有矛盾，他就做了他的天赋特质，然后发觉说他不太适合在打仗的单位业务单位，他适合在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就把这个人移到另外一个单位，然后帮这个主管再找一个适合这个业务单位的助理，因为对这个中大型的公司，这个人呢、啊，他不适任这个工作，不是一定要辞职，因为我们一般训练一个人啊，公司其实间接成本已经投资到是这个人的薪水的6倍到12倍，如果这个是管理级，差不多是10倍到20倍，那如果是非管理级。啊，是纯技术面啊，他其实也对公司来说投资的也差不多6倍到8倍以上，这是间接的我们看不到的成本，就是所有管理级跟他互动所用掉的时间。那所以还有就是说，这个人已经适应这个公司的文化，他通常也要花6个月啊的能量，就是来应征的人，所以不是要一翻两瞪眼就要走人啊。那这样对公司来说，如果一直走人，那这个主管到后来也不愿意训练人，那是恶性循环。好，所以中大型的公司这一点很重要，可是对中小企业也非常重要。那我们在美国，差不多85%是中小企业，15%就是连锁。连锁就是说，像希尔顿饭店啊、喜来登饭店，它全美国都是连锁店，所以连锁店用的是15%。那因为这个系统刚到亚洲来，那个这边的生活水平不一样，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是管理级，刚开始用的是管理级，那所以那个价格比较高，所以我们就刚开始做的都是有两类，一种就是我们的伙伴刚开始做的时候，他头一年基础工都是对中小企业，那另外就是我们全世界级的各行各业的顶尖的公司，或是顶尖的前三名哈，或者当地的顶尖的前三名，他们都会用我们这个，就帮助他们抓到他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然后可以留住人才，然后又可以开发人摆在适当的位置。Judy, I need a cash flow analysis of the sales department. Have it ready and on my desk by 8 a.m. tomorrow. Hold on a second. How much detail do you want, Mr. Brown? Just give me bottom line information. I've got an appointment I've got to get to. Judy, will you come in here right now? Yes, Mr. Brown. Judy, this isn't what I want. I need sales results by the week for the next 6 months. Now, why didn't you do that? I don't know.But I don't need any more of this. I quit. Judy, I understand you're quitting. I'm sorry it's come to this. I want to try and understand so that this kind of thing doesn't happen so often. Would you be willing to fill out a ProScan survey card for me so that I can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problem? Sure. Thanks.PDP's ProScan will give you a 10-page comprehensive report on your employees. It will show you how your employees are dealing with stress, their satisfaction level, and how close to burnout they may be, along with other information. See, Joe, PDP's showing us that Judy needs complete instructions to function effectively. She's under too much stress, her satisfaction's low, and she's burning out.I'd like to transfer her to another department where they can give her the kind of support she needs. Mary 老师，那我再跟你问一下，其实最根本的就是说，我们只要一开始就找到合适的人，然后这个工作大家做起来都皆大满意。对啊，理想上是这样子啊。可是根据我们19年的经验哈，一开始。要这样做的话，有一个基础，一个是如果是这公司才开始，这个就很难
啊，因为大家没有互动过，所以也要花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那对于已经一个公司已经一年以上，那就很简单，我们就会把已经做在这公司做事的人啊，我们抽一些样本，来根据他的公司的核心优势来做，那这样就非常精准。就是我们讲的，对不起，历史不用重演，就是你以前犯错，大家都犯哪些错？那你的公司最强的是哪一块？所以这样子你可以了解你的公司的优势啊。那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其实去玩你的核心优势是最重要的。那一般人因为经济不景气反而迷失，变成什么都要玩，那什么都不会，那反而变成是更害怕，都是在那个能量那个公司的资源都在乱用。那尤其不管大企业也好小企业也好，都一样的问题。公司资源有限哈，不能让你一直这样玩。还有人的信心哈，就是说哎，你要做的这个优势，然后用这个人的优点啊，公司的优势，那这样他才能建立信任。那你不能说经济不景气，像很多公司就是靠一下子裁员啊，那经济好的时候再找人，所以这个信任感其实已经切掉了。那所以越是不景气，越是我们要建立根本面啊。那我们待会也有这个影集是配合这一块啊。那一般人对于皆大欢喜哈，我们这个十九年在大中华区，这个尤其是华人有一个迷失，一种错误的，好像是变成说把办公室当作一个办嘎嘎酒，大家都很快乐哈，然后是勉强的和谐啊，然后不愿意面对冲突，然后那个错误就一直历史重演，就变成用公司的钱在办嘎嘎酒，那这样子的话，企业不可能。不是双赢，不是三赢，那基本上这个企业是很可怕的，经不起危机的考验，因为那是假象。好，那用这个工具是面对真相。好，那华人一般就是假象的和谐，那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对于一般世界级的企业，那以前就是过分的目标导向，啊，过分的目标导向，那所以呢，每个人的角色就很重，那他的天赋我们又看不到。啊，就变成公司就是说，哦，完全是以绩效为主的，啊，不是绝对了哈，因为世界机械有好的有不好的，啊，那像我们在做 IBM 的，他们就会从员工的基本面、根本面来用，那我们在训练他们32个讲师，我们也很有成就感，因为他们公司非常注重怎么去开发人性的优点。那另外其他的也是，虽然是世界级的公司，他就完全是看你的绩效，你绩效不好就让你 out， 不然就 out。 那所以公司那个员工的那个，我们因为可以做到他的那个士气满意度耗能量很可怕，所以很可怕，我们因为指标非常清楚，然后满意度也是不满意，那个压力非常大，好，那就把人当做一个物来用，那过就是把过分注重假象的和谐，皆大欢喜，是要真正的皆大欢喜，还是只是假象的和谐，或是把人物化？好，这个两个啊，都不是我们要的。那我们工具可以让我们真正的自省，看到真相，让我们从这个真相里面去建设真正的信任，还有真正的开发每个人天赋优势。And replace her with Carol, who thrives on the fast-paced kind of environment you tend to create.Does that sound good to you? Yes, it sure does. Okay. Then look at this report on Carol. It's a management guide that'll help you work with her effectively. The management guide comes with ProScan and will give the manager a 3-page report on how to work effectively with a specific individual. Good morning, Carol. Good morning. How's it going? It's going great, Jim. The last 3 months have been exciting. My last job was so boring, but this job is great.Good. Oh, 你知道现在我们家外面很不景气，那在这种不景气的时候呢，其实有没有方法就是让老板说，哎，不要去裁员，让大家能够把产能提高，那这样子是不是更好？那一般而言呢，我们看那个公司，其实它的绩效有两个指标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是业务单位，一个是研发单位。
啊，研发这个高科技的，它的研发出来速度够不够快，它的产品是不是跟人家真的不一样，是不是很独特，是大家要的，还是都是一样的东西，哈，那所以它的创新是最重要的。那业务单位它的产能是最直接的，那公司其他的单位其实都是在支援这两块。那所以我们待会的影片就会去，就是说 PTP 这工具，它可以马上看到啊，因为这个公司它就发觉过去一个季啊，业绩降了10%几，好，那所以业务主管啊就跟这个团队哈，所以我们就把团队每个人做个图表啊，他就大家，然后他们就懂这个工具啊。所以他们就说 Let's talk， 让我们来讨论有没有什么更直接的方法。然后这个刚刚待会我们看的影片，它就非常建设性。那每个人业务单位，他们就说我们，因为业务单位最重要就是真正去见客人，那所以约客人跟见客人是它里面最重要的核心活动。好，那什么写 paperwork 啊，写报告啊，那越精简越好。那售后服务的部分哈，那会打仗的人售后服务一般是比较弱。它的建设性，所以我们待会影片就看到它是非常建设性的解决。然后 PTP 的工具怎么去帮助这公司看到真正的绩效面，去集中这一块，焦距这一块，提升产能哈。Hi Joe, I understand Carol's working out great. Yes, she sure is. I wish the salespeople were as enthusiastic as she is. Yeah, I understand sales have dropped 15% over the past 6 months. Yeah. Tell me how the sales department's presently running.I have the salespeople filling out their daily sales call reports, and I meet with them every morning at 7 a.m. to go over the sales forms, and I make sure that they're covering all the bases. Let's run PDP's team scan and see if that'll identify the problem for us. Each person on your team fills out a survey card, which takes only 5 minutes. It is then processed easily through your computer using team scan. Now you have viable information on the team.I understand that you're under stress because of the details that are being required of you and that your satisfaction as a team is low. Is this true? Yeah. Yes. Let's talk about it. Well, what we need is less time filling out forms and in meetings and more time in front of clients. Yeah.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help if we had an in-house backup to take care of some of the details on the orders. Double check them, make sure they're running smoothly.It would cut down on mistakes and get us out there and help us sell. Well, that can be done if we can bring the sales up to support it. Let's give it a try.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Okay. It's worth it. Let's do it.